而家咧，我之前就俾咗塊帆同埋輪環，嗰塊帆五米嘅，佢好似喺依個大風大浪嘅環境下咧，完全搞唔掂，飛轉紅旗添。各位參加者留意，由於天氣惡劣嘅關係，中心即將懸掛紅旗，請立即返回岸上。各位參加者立即返回。係咯，係翻唔到岸上嘅，一定要救教練攞救生艇救佢啦。佢出去都出唔到啊！好，睇下啱啱見到光柱已經見咗啦。嗰邊好黑，依邊好光。好，報道係咁上下，唔知道佢哋去咗邊，下次再分享。